其实不光我们辽宁，嗯，吉林也挺够意思啊。这个跟我们共患难。嗨，从昨天夜间开始，吉林的大部分地区也是大雾笼罩，长春多条这个城区环路，还有省内的大部分高速公路都封闭了，航班也受到了影响。我们看画面，这个吉林的大雾也是相当严重的，整个天空跟我们一样哈，灰蒙蒙、黄乎乎的，所以他们的交通也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。嗯，也别光说吉林哈，辽吉黑，辽吉黑嘛，有辽有吉了，黑龙江也跑不了。这辽吉都黑了，反正就从昨天中午开始。